人家说一个事情，可能大美就是经历过跟像我同样年龄你们所有人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再次特别感谢你们，那给我点一下关注，谢谢。好，家人们给我们在十三啊，家人们都不容易啊，家人们给我们啊，在榜九啊，榜九大美啊，点点关注，对对对，在榜九，家人们哈，不要哭不要哭，你老大都在呢，没事没事没事，加油加油，幸福开心，谢谢谢谢，加油，家人们给点一下关注啊，优秀，给榜九大美点点关注，谢谢啊，真的优秀哈，谢谢，来护送一下美女下去休息啊。美女非常不错啊、哦！对，这又能唱又能跳，还能那个。你明天也学一学。不行啊，我这是不是不行啊？我得好好学。学一学，还有谁要上吗？还有谁？哇、哦，是关然哦，我认识。呀，这不是牙舍提包的那个小泽吗？哎、小泽，你怎么又来了？你的包呢？包还给他了。不跟他干了。我再说。啊、哦，我看没提包，准备不跟他干了是吧？上来了，来有请三位帅哥。看来气势就不一样，对，看来气势就不一样。嗯，上次唱的《囚鸟》，我记得你。哇、哦，谢谢，非常长得，非常唱得好啊、哦！来，怎么讲？今天安排什么歌？我们唱一首《找一个字代替》。哦，找一个字代替，可以。来，音乐准备一下啊！音乐准备一下，是谁？原唱是谁呀、啊？张信哲是吧？对，是不是张信哲？呀、啊，张信哲不是你。台真笑的啊、哦，台真笑的啊啊、哦哦、可以来吧，关然哦，我看到关然了，关然我看到了。嘿，来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接点赞的，来点赞，感谢大美。我想做一个梦给你，填满你心中所有空虚，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我想拆两颗心给你，放在你遥望我的眼里，于是黑夜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想你就乱偷袭，不想就伤自己，情深就不必问这合不合逻辑，点赞色情我。想你就乱头绪，不想就伤自己，可以更爱给你在今生今世里。好听，感谢宇宙哥，好听。现场的朋友还有这边的朋友，晚上好，双手挥起来，手用一下，双手举过你的头，谢谢大家，谢。